这儿开始是展现技术的时候了，展示技术。谢天大米泡上，咱们接着再来看一看啊，看那婚宴上那种炒米饭。这米泡多长时间？八十个点就行。泡八十个点。哇，哇哇开。虾多。这里是呼小豆那个嘴啊。香米。香米。这锅能有多少米？这是。这线是二十斤，这应该就40斤以内。就是一锅40斤之内都没问题。这是做20来斤，闷上烧烧烧开之后就开始炒，这只就让白虎就行了呗。孩子们，烧开它，开锅了。这儿开始是展现技术的时候了。展示技术，快！阿哥衣服回来了。把多余的嘴给合出去。你说这么做和咱自己家那种焖大米饭哪个准成？这么准成啊？最准，这干的哈，几乎就响应。啊。差不多一撤火哈，差不多。大锅饭。大锅饭。你这完全都喝了。少溜我自己。啊，留点够闷的就行。差不多了，再闷一会儿。撤火了，压压火。火已经压上了，剩下点余温，然后再给焖着。这还有一锅、米饭。那锅烧少。啊。啊，那烤箱锅能做饭，像炒的那种似的，和咱自己家那个焖的不一样。仙气飘飘的。早晨不光打酒吗？大米饭。哟，大锅吧，大锅扣上。好拿过，我老爷等一会儿啊，找好了啊，来，别人找地走啊，拿饭够了，就跟我走，你跟谁？我花篮，天天晚上走了，你媳妇儿，你都是吗？哎呀，大妮是个谁的？哥，把你来这个桌上拿一下，那边你好说。